被解密住了吧？简直帅得天理难容。天哪，这么直白，他肯定喜欢你，对吧？我也觉得。还有，那天我们去散步，他突然从背后抱住我。好吓人呐、啊！天哪，好浪漫。今天有时间的话，可以见一面吗？他说今天见面，肯定是要跟你表白。按照我的经验，女生要适当引导。小丽，他不会是准备了戒指吧？做我女朋友吧。他肯定也要表白了，就是现在。哎，你干嘛这样啊？好难为情啊！哎，你说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我去打个电话。戒指呢？好老土，竟然搞这一套。怎么了？是不合你的口味吗？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个呆子根本就没打算表白，看来只能我出马。那个，我姨妈刚走，今天晚上能不能来我家陪陪我啊？嗯，好。喝点水。我去开门啊。谁呀、啊？房租可是拖了好几天了，什么时候给我？实在不好意思啊，能不能再宽限我几天啊？我这手头实在……拿着，就当我借你的。你好，请问是叶小黎吗？我没订。哦，是我订的。不是，我没。不是说你姨妈刚走吗？你也别太难过了，我也不知道买点什么好。你个傻子、哎、怎么了吗？难道我花钱买小了？就算你是笨蛋，喝醉了总该告白了吧。嗯，我记得你酒量不错。干杯。小丽，其实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你说。你真的特别讨厌，我喜欢反抗体验。出差注意安全，等你回来我们再见吧。不用了，我们以后还是不要再见了。看来一切都只是我自作多情罢了。哎，小林。小林等等，我怕吃花付出了，我就没有机会了。就是你上次欠我的钱，能不能先还我啊？还钱。爱你，我爱你。我们在一起吧。好。